一样的路回到刚刚的地方，哎，好远。配饰是用蜘蛛网当缓冲，怎么弄啊？哦，有没有食物啊？哎，嗨，露西。跑着跑着会累，累了就不会回血。对啊，用跑的马上去掉，掉壳。不小心被炸飞喽！我刚是不是来到这附近啊？我记得这附近好像有箱子。哎，那边角落有一个哎，那个你们开过吗？哪一个？这边这个角落的，对，它也不是草莓。再看看吧。有钻石、烤鸡、铁锭、种子、木板。哇塞！哎、欸，我没弓了，没箭了，有炮，交给你了。那是真的。交给你喽，我来铺路哦。好。哦，不接。你要在哪里铺路？这边。这边我要铺去那个。哦。用27个刀。哦！天哪，我剩一格子。来帮我吸引他们的注意。天哪，这太累了，真的，这关真的太累了。这只是第八关而已。对啊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敲一点石头回来，对不对？敲啊！好，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，啊！刚你怎么用搬砖？嗯？怎么用搬砖？忘记了，而且那时候没有工作台。敲了我们自家的哦，自家的什么？石头。哦，你我会断你们，断你们的后路。不要、哦。完了，我没有木头了。哎，不帮打，没有木头就可以死回去了。哎、欸，你用手敲不会有东西。的石头比我想象中还多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反正那边多几天就好，我再传送。哈哈哈！我也要下去了。我挖了49个，够吗？够吧。我放到箱子里哦。哎、欸，你们铺好了，这么快？欸、其实我们可以挖石头来铺路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那我们可以挖石头来铺路、欸，哎，好像不见得一定要用木头啊。我刚刚就在挖石头铺路啊，真假的？对吧？早说。现在是要晚上还是要白天？要白天呢，太好了。看到日出了，日出印象。快要快要快要！哎、欸，我们现在是一个海绵都还没有吗？嗯，我觉得我快找到海绵了。你觉得还是真的快？给我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会给我答。快了，快了！我一组多的石头，我觉得应该 OK。好，我要哎、欸，你说用石板砖也会比较快吗？
对啊，就是反正你一个砖等于两个砖这样子，如果你要铺路的话比较方便。好吧，你都这么说了，我来试试看。真的啦，你玩过空岛生存就知道了，不能浪费素材就是了。对啊。Go， 看我能不能找到刚刚的地方，我已经忘掉一半了。哇，这不挺好的。时间，会给我答案。哦，快逃！现在网络已经不开始。下午收一件。啊，希望我回得去。滚！不要说。啊，对了，忘记拿剑。哎呦呀！忘记带剑。哎，我觉得这白色的柱子看起来有点不单纯。白色柱子最上面的那个上面有一个钻石。好，很好，我现在会死。知识分享。嗯，太高了，受不了。哎靠，那个可以直接走过来这哦。拿到糖，拿到第二把弓。哦，不行！不！怎么了？我们的那堆箱子竟然没有。你说那一边的吗？对啊，什么都没有啊，都没有。啊，那我们刚刚原本叠高要往外围的那个人，就是那个啊。你说我刚才在跌到外围那个没有？我们两个在跌那个没有。这太大了。不然里面是什么？装备。这个地图比之前都还要大一天啊！一个比一个大。对啊。应该说这边的素材太少了。不入。哎呦！不要这样对我！我死在自己的前面，复活还看得到哎、欸。好，还有那传送。所以低处是不是也会有啊？你们去，你们我去看好了。最低处没去过，会有箱子啊？最低处啊，你们有去过吗？没有。你没有。哇，他们怎么叫那么激烈？我觉得有安德可以打、欸，好像很远欸。我来了。作者应该不会看我们实况吧，作者。我这样过去先帮你挡死了、啊。我在干嘛、啊？在干嘛、啊？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啊，半砖有可能蓄伏的还是会掉下去。对啊。烂呢！耶！拖到旁边去了。耶！不是因为你往第一阶、啊，你往第一阶盖，哪里？所以在掉下来的时候，你就从旁边掉下去。啊，真是。所以你要盖平平的。平平的。所以这里有什么打火石？那就是盖的时候要记一小时。好远啊！啊天哪，十二点了！这怎么有那么多东西啊？图本、空白地图。有一种想要睡觉的感觉。有本空白地图。
铁质胸甲，时钟有什么用吗？嗯？时钟只是知道白天晚上而已啊。谢，竟然有怪，还这么多。我掩护你。你又不知道我在哪里。就是帮你杀怪啊。是啊，与其跟你们打，你们不如下去算了。你也是啊，下去。Nice。活下来了。这个地方有什么空白地图看的地方吗？你干嘛射我啦，吓死我。没有，因为剑已经没用了。怎么没用？可是我血已经拉出来了，所以就随便找个地方射。你觉得这个地方可不可以？会不会有东西？看起来超没东西。不会吧，我这么辛苦来到这里，你跟我说这里没东西。就是你的辛苦是会有代价的，因为你发现了一个地方没有东西。赚，好，很赚，赚有赚，好，很赚。啊，白来了，还浪费那么多的石板砖，真的假的？不会，回收就好了。什么？回收就好了。回收好。我不知道，我们就把这块这边的。哦，敲一敲，石头都回收啊，对啊，然后再去制石头，哎，可以做吗？石砖吗？可以，石砖可以变回石头吗？会变石砖半砖。哦，哦，有道理。那我有东西可以敲吗？没有，太好了。我没有搞了。那你只要看他敲了。我是自杀。给你一颗马铃薯，累的工作累了就吃吧。谢谢你哦。先走。影分，太累了、啊、这个。就我们到现在一个海绵都还没有到，哎、欸，我们必须要跟观众求救了。有人说最高的白色有一个，最高白色那边不是钻石，钻石挖下去应该有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哦，我没有工作的还可以用哎、欸，我这样挖一挖，不知道上不上得去，应该可以啊。不然被云覆盖嘞。铁镐耐久快没了，哪有钻、啊？打老痛，他痛不见了。这样也钻？无敌药水。好不容易拿到三个铁梭，可恶！家里的荧光石会吗？以前都没尝过荧光石哎、欸。这，沿着柱子挖上去。都是两本书啊。欸、这个怪物叫什么名字啊？地狱水母。兰德玛，每次是哪一只？就是会一直叫的。哦，地狱幽灵啊，还是地狱？你说白色柱子有啊？那我们冲着白色柱子。我觉得超没品。我来到了二楼。哇靠！哇靠！你们是这样欢迎宾客的吗？啊！那个混账叫我来二楼。家里还有什么指南针？不养完了。经验瓶。无敌药水。结果木头还是没了，木头省着用好了。玻璃瓶丢。好，我又拿到一堆半砖了，然后呢？白色柱子哦，我看到了，在我这，快来我这。哪里？你在哪里啊？白色柱子不是继续上来，奶绿继续上来，我这边有铺桥。有。这段作者之前有少放一个海绵，有我有听说他放了一个，我记得有看到。这关。哎、欸，这是我盖的吗？哇，你这样用少放一片海一块海绵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嗯，我看到那个地方了，可是我们要怎么过去 ？No， 在合成烂东西。你们打算怎么过去？啊、合
叠过去啊，叠过去哦。我就赶快找到下一关更好。哦，好吧，就冲着他这句话。更好关应该就是更悲情的意思吧。嗯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啊？为什么？啊，为什么么么么？啊啊干！么么么么么么么。对啊，我刚才学露西讲话。你说什么？听说有别的实况组找了三四个小时后挑管，在合成东西。这么累哦，这一关。太虐啦！什么声音？你们来保护我。好，我去把我 TP 过来。啊啊！啊，没电了。在哪里？到时候要怎么在哪？哎，财商！哇，我没有电了，我没有电了。我来。Nice。我。支援，支援攻击。等一下，我做坏事了。你做了什么？我刚刚把火球打到你那边去。没有关系。我看到你底下还有一只。没有关系。我怎么会介意？太多了、啊、这里。掩护，掩护，掩护射击。现在盖的是谁？因为扫到海绵，我记得他补回去了啊。好，你赶快拆我掩护。我记得我看那个地图更新的时候，他好像有写说他……哦，拆掉，拆掉。好像。上去了，上去了什么？有箱子哎、欸。哪里？箱子在哪？这里，这里。OK。上来，上來啊！哦哦。掩护你。我把东西都拿出来。有骨粉啊什么的，赶快吧！有骨粉吗？嗯，快拿着，快拿好！你们在那个地方往上。啊！地狱幽灵，太多了。哎、欸、天哪，我拿到超多东西。嗯。我拿到超多东西，中介超多哎！我这边有64个项目才。嗯？哇，你怎么那么多？啊，喷给你的。太多只了。哎、啊，你们拆掉了没？拆掉了。你说那个拆掉了？露西刚刚找的那个啊，没有啊，我刚看到，露西拍到了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快敲！海绵，然后好多怪。哪里？下不去。我要下去，吓死我！哦，补充的东西全部拿一拿，好放回家。好了，我们怎么出去？退休，退休，可以不要出去吗？耶、我们打麻将喽，过关喽！哎、欸，我们刚好4个都在这里哦。嗯，不用忘了。哎、欸，那这个也往下挖、啊，本性挖一个洞啊？有往下吗？有没东西啊？感觉没东西啊。可以让我出去。哎、欸，我没有那个。欸、这是死因哎。对，我们可以跳关吗？好难哦！哎哎哦一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听说作者好像在这一关少放一个海绵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所以。